在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上，1966年可谓是不平凡的一年。7月1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成立。8月1号，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序列中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兵种——基本建设工程兵。这个兵种的诞生，使得我们国家在基本建设的重点工程中，在国防建设的过程中多了一支生力军突击队。因为我们当时社会建设的一种需要，那么它重点集中在国家的一些机密工程、军工项目，那么还有一些急难想组的项目，才组建了这么一支部队。那么这支部队当时主要承担的在和平建设年代的一个人民军队冲锋在前的这么一个角色。1965年，国务同志当时他是政务主任，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工业制。周恩来总理呢，看了这个报告过后说：“你为什么不搞兵役制啊？”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提醒了公募。到1966年的3月报告，国家建委也关于成立基建工程兵第一批试点单位，是1966年的8月1号结束的。针对此事，1966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议把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2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到长沙就此事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提出准备把全国的300万工矿企业的基建队伍在今后3-5年内逐步军事化，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实行兵役制。1978年1月，中央将基建工程兵正式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任命李仁林为基建工程兵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古穆兼任政治委员。到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共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建制的指挥部，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建制的支队，5所技术学校，150多个大队或团，总人数约50万人。基建工程兵许多部队都是从战火中走来，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水电部队前身是陆军第90师，曾经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301团前身是中原野战军10纵84团，参加过淮海战役，在解放邓县和襄阳战役中获得过特等功。302团随四野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两个团又参加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烈士血染疆场，英雄辈出。正式成立之后的基建工程兵，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司令员李仁林和政委古穆的直接领导和协调下，从中央各部直属的施工队伍中抽调有关人员，组建了第一批基建工程兵部队。之后又相继组建了油矿地质和矿山水文地质普查、北京地铁和市政建设、战备通信、黄金地质等部队。在这些部队中，最神秘的当属开采油矿的部队了。油是制造核武器中必不可少的稀有金属。
铀矿在我国大多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辽宁、四川、广东、福建、湖南等地的少部分山区。金属铀相当昂贵，价值是黄金的几百倍，也是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原材料。尽管当时已经探明丰富的铀矿资源，但是因为技术原因，我们国家的铀矿生产迟迟没能起步。1970年10月中旬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受命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要大力发展国防原子能事业的重任，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军区司令部防化部参谋、防化团参谋一行六人乘军用吉普车，沿着南京城外蜿蜒绵亘的公路向南疾驰。车子在丽水县红蓝公社以东的金牛山脚下戛然而止。在山脚下，许司令做出了组建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在这里每年他招收兵啊，将近2000人，要分几个连队进行训练。除了武装的训练，其中他就有一项保密工作。铀矿部队的保密制度非常严格，除了开采、生产，战士们与家人的通信来往中，同样要遵守保密规定。不准在私人通信上对外界、对亲人透露我们这里的部队的性质、工作的任务、这个是搞什么铀矿啊、原子弹的材料啊，这些是不能说的。照片上这位老人叫王明建，他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25支队的高级工程师。在老人30年的军旅生涯中，和他一起工作的战友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老人之所以神秘，这是因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1955年，王明建即将从中南矿业学院毕业。一天，系里突然通知王明建去校长办公室。办公室里，两名没有透露姓名职务的军人用略带严肃的口吻对王明建说，组织上要选派你去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你接触到的所有一切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父母，也不能告诉他们你在哪儿。起初学习成绩优秀的王明建一头雾水，直到被派往北京跟随苏联专家学习核工业知识，他才恍然大悟。深知机会难得的王明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每天近乎疯狂地汲取着各种核工业知识。然而正当王明建学有所成之时，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年轻的王明建很快迎来了为国报效的机会。早晨带我到二军部开会，主任厅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几颗原子弹提前爆炸。苏荣庆、钱三强要我在半年之内建一个炼油厂，拿出产品半年之内。
他说随便你有什么办法，你要搞出来都行了。为了保密起见，当时规定王明建与邓稼先、钱三强单线联系，信中关键内容用密语和代号，所有信件或有专人来取，或通过国家保密渠道发送。说时易，做时难，跟随苏联专家学习的核能知识只适用于简单的实验室提纯，要达到规模化量产，还需要做更多的实验和物资支持。回来仔细一想啊，严重了，我用什么办法给建这个厂啊？在半年之内建一个厂啊？中国的工业这么落后啊，既没有不会生产不锈钢，也不会生产塑料，这动不动都是三十二件是吧？连个生产核燃料的工厂是个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核燃料的提取需要大量的防腐蚀材料，面对当时国内薄弱的工业基础，王明建只有改变铀矿的提取方法，才有可能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给灶堂出个量吧，水龙头一冲我都输了气吧，我为什么不能吸硫酸给矿石洗澡啊？是吧？我不用磨成面粉了，搞成黄豆渣，我打一块一块的，我把它堆在一个大屋，用吸硫酸去洗它，它就没有这个化学平衡了，它是不断的在吐苦纳新，更好的达到这个目的啊。这一下我输了气吧了，这样之后我就有办法了，用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建成一个实验厂了。王明建由此受到启发，炼油厂的建立不再遥不可及。说干就干，王明建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头扎进了山沟。我睡觉都没脱过衣服，吃饭我们都跟工人在山沟里面吃，食堂送饭都送到那儿吃，洗完手又干，没混黑天白夜的。在王明建的带领下，工程兵们日夜奋战，终于在半年后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而后又经过两年多的苦战，下庄水冶厂终于生产出71.3吨的重铀酸铵。王明建发明的从铀矿石中提炼重铀酸铵的方法，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前爆炸做出了巨大贡献。5、4、3、2、1，起爆！苏荣雄啊，在离开二级部之前到下庄来了一下，他看着这些产品，他笑着说了一句话：“幸亏我们准备了一把雨伞，现在下雨都不怕了。”劳武结合，能攻能战，以攻为主，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确立的基建工程兵建设方针。长久以来，基建工程兵一直遵循着这个方针，不断完成着新中国建设中零的突破。1973年呢，六月，中国来总理来参加讨论国防尖端工业，搞了那么多年，地下水情况不清楚，搞一个国防工程还是从头搞起，解放20多年了，应该补这一课。1973年11月，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指挥部正式成立，下辖91、92、93等3支师一级的支队。这些部队都是从当年参加过抗美援越的老部队改编而来。于是中央决定，把难度最大、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公里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交给他们去完成。80年代初的一天，92指挥部的一个中队开进了甘肃天水一个世世代代缺水的村子，看到解放军带着大型打井设备来了，村民们家家户户高兴得跟过年似的，广播站不停地播放欢迎亲人解放军的歌曲，广播员兴奋地广播着：感谢亲人解放军来给我们找水啦，感谢亲人解放军来给我们找水了。可是还没等村民们这个兴奋劲儿过去，
这支解放军就把刚刚打出的井口又给填上了。这下村民们发怒了，那92指挥部的工程兵们为什么要把井给填掉呢？原来随着钻机不断下探，清泉般的地下水涌了出来，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闻讯后马上端着盆提着桶，还有赶着毛驴直接过来的。他们哪里知道水文部队在这里打井是为了普查水文资源并获取相关数据，任务完成后按规定官兵们要把打井的套管拔出来，最后把水井填掉。如果要给老百姓盛井，就是先拿管材，我们作为勘探孔的话，这个井勘探完了，抽血试验打完了，严刑取完了，这个井就得把井管就得拔出来，井管拔出来可以下次再用，但是你要是帮老百姓盛井，你这个管就得留在原地了，那相应的就得增加这个整个的成本。村民们一看顿时急了眼，局面一时僵持不下，甚至还有人召集民兵连紧急集合包围水井，事态严重，稍有不慎就会引发难以想象的后果。得知消息的古穆副总理立马找到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商量办法，最终做出了对于老少边穷地区部队可打一口井留一口井给当地群众，费用由国家承担的批示。马兰河试验基地建在罗布泊千里戈壁滚滚黄沙之中，水是制约基地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从基地长远建设考虑，水的问题不尽快解决将直接影响基地的发展。1976年基建工程兵92支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在罗布泊核试验地区进行20万分之1、10万分之1的水文地质普查，并且要按照10万分之1的比例尺的精度绘制出5万分之1的水文地图，以此来确保马兰基地的基础建设。1976年的夏天，位于西北内陆的马兰核试验基地出现了一支着装奇异的队伍，队伍里每一个人都内着军服，外穿大衣，脚穿土灰色的厚底大头鞋。当时驻扎在基地的其他部队和地方老百姓都对他们感到纳闷，不知道这支部队来自哪里，是干什么的。就这样，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中，他们坐着大卡车，身背无线电台与一辆辆装载着钻机、空压机、柴油机、发电机的车队一道秘密进入了马兰核试验基地。事实上，这支队伍中既有搞地面测量和地下测量物探的人员，还有负责打勘探井的钻井人员，以及负责水样、盐样化验的技术人员。他们和所有马兰基地工作的人员一样，严守保密条约，隐姓埋名。一场在马兰核试验基地普查找水、勘察地质构造的战斗，就这样在大漠沙海中悄无声息地打响了。利用基地你需要水啊，他如果当地把它搞清楚了，如果扎井打完水了，可以就地解决用水问题。因为尤其西北地区啊，它是干旱，它降雨量小，蒸发量大。勘测的艰苦不言而喻，沙暴随时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有一次，三中队在马兰核试验基地的辛格尔等区域施工钻井时，突然遭遇了一场沙尘暴，8-9级大风卷起的沙尘铺天盖地，2-3米之外什么都看不清。大风一连刮了30多个小时，官兵们栖身的2顶帐篷，一顶被大风刮出去400多米远，一顶被大风掀起的飞沙压塌。就是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经过2年的苦战，92支队还是圆满完成了勘测任务。他们对马兰地区4.5万平方公里的水文地质进行了细致的普查工作，
完成钻探进尺2.4万千米，最深的钻孔深达500余米，最终绘制出精确到1/5000的马兰水文地图，确保了马兰核试验基地的持久性建设。到1980年底，基建工程兵水文部队累计完成普查面积198万平方公里，填补了中国水文地质的空白，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和参考信息。如果把水文部队比喻成地下尖兵，那么交通部队则堪称地上蛟龙，他们转战祖国的大江南北，这其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条公路便是新疆的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是指国道217线新疆独山子到库车段公路，是连接南北疆的一条重要干线，它的修筑将原来南北疆的路程缩短了近一半，堪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1974年，毛主席发出要搞活天山的指示，在宜昌担负国防工程建设的基建工程兵第4工区数万名官兵挥师入江，承担起天山独山子这南疆库车的国防公路独库公路的修筑任务。这条道路地势起伏跌宕，其中4个制高点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并且60%的路基都匍匐于崇山峻岭间，这中间200多公里是悬崖峭壁，雪崩飞石塌方滑坡，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官兵们的生命。面对险恶的环境，第12支队的10000多名官兵承担了公路的主体建设，许多时候山高路陡，冰隔雪阻，机械车辆少且根本上不去，官兵们徒手搬运，硬是把难以计数的炸药、柴油、粮食连同帐篷搬到工地上。由于有的路段是设计在悬崖绝壁，测量人员因无法实地测量，只好在图纸上标成虚线标识，称为飞线。在海拔数千米的生命禁区和飞线中开凿公路，死神随时可能降临到基建工程兵们的身上。地质非常不好，有一次塌方了就砸到一个战士，当时他穿着大头鞋卡在石头里了，一拉他喊疼，尽量那个人用挖吧，要是知道后头马上又塌这么多的话，当时把他腿拽折了也得把他救出来啊。结果后面又塌方，不但那个越埋越高，脸都是猪肝色了。到最后我救第二个人的时候，不是继续再塌嘛，都把他都埋过头顶了，第一个人就看不见了，就救第二个人，结果第二个人也没救出来。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交通部队的官兵们毫不畏惧。官兵们将钢钎打进岩石里，系上保险绳，荡着秋千打眼放炮，凿出羊肠栈道，方便施工。战士们俗称这叫战飞线。独库公路就在战士们战风雪、斗严寒，悬崖上开飞线，雪山里凿隧道，吃大苦、洒血汗的10年中，修建成功了。这条路能够修建，应该说是当时中国人自力更生这个最根本的信念支撑着，把这条路修下来。在交通部队官兵长达10年的不懈奋战下，独库公路终于在1983年8月全线竣工。与此同时，168位官兵血洒天山，永远长眠在了兵打板下。碧血洒满天山，捐躯为谁？为国为军为振奋。夫妻分居10年，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圆。这是我们113团4机连在他们工地的
这个搭的这个彩门上面最先写出了这么一副对联，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是天山公路独库公路的精神的一种寄托。修建独库公路的基建工程兵们彰显出了那种不畏牺牲、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基建工程兵的精神，也是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优良的传统。